地震灾害的特点。地震灾害是指由地震引起的使各类建筑物倒塌和损坏、设备和设施损坏，以及由此引起的火灾、爆炸、放射性污染等造成人畜伤亡和财产损失的灾害。那么地震灾害有什么特点呢？首先是突发性比较强，地震灾害是瞬时突发性的社会灾害，十分突然，一次地震持续的时间往往只有几十秒。其次是破坏性大，承载广泛，地震在短暂的时间内可以造成大量的房屋倒塌、人员伤亡，这是其他的自然灾害难以相比的。若发生在人口稠密、经济发达地区，往往会造成巨大的损失。最后，地震灾害具有某种周期性。一般来说，地震灾害在同一地点或地区要相隔几十年，或者上百年，甚至更长的时间才会再次发生。